小雀斑埃迪和老婆汉娜结婚三年多，2016年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降生，2017年11月对外宣布老婆已经成功怀上二胎。而近日有人发现，早在10号，埃迪就在报纸上刊登表示，他们就迎来了第二个爱的 baby， 据悉是个男孩子，将跟随妈妈的姓氏。在此之前，埃迪就透露自己很想买木头玩具，此次迎来儿子，你如愿以偿了，可以给儿子买木头玩具了。虽然他至今并未出面说明，但已经有许多粉丝已纷纷送上祝福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